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呢蓬勃展开。我国全年呢与相关国家签署绿色发展、数字经济、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呢达到了31个，为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四路电商的朋友圈呢也不断扩大，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的伙伴国呢也增加到了29个。